你去死啦！干，叫什么猴子啊？去你妈的！你他妈还叫，在叫啊，叫你！差二十次的毛毛，干！生平最讨厌被人家围殴，你还敢叫？过去的资源会成对生活在老巢，但自身却遭重复体，伴侣已先一步死去，如今连为其哀悼花朵都凋零无存。活该！路完全变了。分 PC 也不见了。啊、那个和尚还在吗？哎、欸，干干干，按错了，关下去。还在。下面有一只无手哎、欸。打打看，也无所很可怕、欸。那时候我还只是攻击力二还三的小渣渣，不能这样啊！手是在前面的，这里竟然有东西没？又是夜叉路堂，这里啊，我敢。我纸没了。
你这打一只要花多少纸啊？晚安。哎，干！我掉下来了。没有，没有完美格挡，没有完美格挡，打不了这只，会被恐惧到死。太麻烦了啦！有啊，四张啊，右下角啊。那这个恐惧粉要先吃。相关的东西啊，而且我怎么死这么多？哎干！哎干！我怎么没有锁到他啊？又没效果了。what the？ 我那，
干白痴，我又没有。干，我又没有纸哦。好，那要上去玩。干，哇，那纸的效果真是太少了。剩两张，我不打了。两张根本打不完。敢值一张300还500，超贵，超级贵。那边的黑影残角，就我不能跑啊，我只能用跳的，没有办法滑步。有样，总共5只，5手总共5只。刚选叶之水，可以宵夜。5手总共5只啊！嗯，他每一只都很难打。水里我。所以你是特别难打吧？话说要往回走啊，有一个好像叫我抓老鼠，不知道老鼠是指抓老鼠，要抓一个人。我不知道那个要怎么抓欸。这也不是有一个卖东西的，在哪里啊？在这。悟空よ。好贵，好贵。死者たち。得是哪一个？废弃地牢入口。我刚刚又打了一只猴子。我刚刚又打了一只猴子，总共3只猴子，只是有一只是没死的。地图好黑，刚刚废弃地牢是真的很黑啊！
对，有一个地方是打那个。打那么多猴子干嘛？他出现在我面前，也只能打了。我当初是怎么来这里？现在主线就是要把那朵花给青子吧。第一只思源我只打三次啊，我是花了一个小时，因为我三次都打到快死吧，打到他快死。唉。这也是这边上来，好吧，看来我另外一条。啊，那个胖子要的花在哪里啊？希望啊。Mas do板桥应该不是指这边吧？有两个断桥，但这里的这个不像，只是不知道这风筝能干嘛。放手。
过关也就不能解支线了吧？话说要练技能点，这边的虫蛮好刷的，我就还是会被揍，就是超恶的，连蟑螂都这么大，恶心。哎呀！一凡的 host， 蛇垣は一つ。あ、なんか開け、生垣。あ、しか。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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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几周目，我还在一周目啊！这一圈那些人疯狂一直在那边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游戏可以玩那么快，我不知道。都不用找东西，打超快。坦白痴哦，为什么会发现啊？血缘也玩了一个月还半个月吧，我忘了。不要跟两个打啦，白痴哦！快点！我就不信你们会飞。我知道后面有一只，可是后面那只暗杀不掉，前面那只被后面发现也暗杀不掉，真讨厌。有吧？我还差一个爆竹啊，500块。
有正殿门口还有两只互相看的好不好？超级棒。知你一切追随。你要去哪里？我不喜欢这只飞来飞去。之前没有看到这个啊，怪嘞。我之前没有看到这里啊，有啊，干就是修炼道啊。哦，哦，哎，修炼道是从这里上来的。你来对面，为什么没有去过？那条路是什么？后面还有东西吗？记得就遇到我已经不太记得。我去正殿好了。对啊，这里我都去过正殿。对啊，我之前不就说破伤风吗？这里开不起，开不了。我要杀可爱草人，他欠杀，他打我欸，他打我难道不杀吗？现在两只真的超靠边，可是重点是，这里不就？
没路了吗？我忘记这里是干嘛的。有屁有干！哦，等一下，这里好像去打那个当格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还有路吗？我有点忘了。然后这个，那好像有个跳下去的地方。加强。杰利，谢谢追随。这也是回正殿的路。哦，这里就拿这个技能书的地方啊，靠背哦，过路了。这里吗？这好像有一个往下走，是打那个。哦，头好痛哦，路怎么那么复杂、啊？那个钟。猫音，正殿找一下。要找其他路哦。白痴，我是要去上面。边打不开，这个还没拿。不！不要再两只了。但不是两只，是三只。
个门可以开啊。我记得之前不能开啊。30fps， 我不知道。嗨，兔子。欸，咖啡猫。本来有人，本来我来的时候就没人啊。我来的时候真的就没人了。丢屁哦！你到底要丢屁？丢几次？手没、欸，我哪知道啊，它上面又不会写多少，放到饱满的钱袋。到底是哪里？我要去哪里啊？你还有路吗？我来这里不知道逛多少次哎、欸，他还丢啊！忘记了。怎么索隆？我又没有迷失方向，只找不到路而已啊！尸体不要乱动好不好？不然你们会复活，但是不是现在好不好？旋风是只开了几个，只开了四个，不可能只有四个啊！玩这种游戏永远都在找路。欸，白痴喔，怎么不会炸死自己啊？
球的火来了，要准备睡觉了 ，SD。小狼晚安。小。很难找、啊、高游戏都没有地图，是应该先把他引到那边。这是刚刚那里吗？右手没，两个 PS4 优化真的。黑分奈，无骨鸡。月山水，不是啊，你们怎么会觉得大家都玩到二周目啊？但这游戏慢慢玩就很久哦。焦兔给我玩一天，给我玩18个小时，谁受得了？已经找不到路了，妈月月给我过来，
我是从哪里来这的？哦，上面。哎，代言司机。我光血缘就几乎没卡关，我血缘也是玩了半个月还一个月的啊，都是为了找路，妈找一辈子。打手没、欸，杯子。他已经要那个，他已经要死。终于找到断崖对面了。然后嘞，他在哪里啊？他好像另外一边，看起来有路，在哪里？老太婆要的柿子，这颗柿子吗？要打王了吗？打什么王？拿到花了啦！我就是想看看哪边有东西啊。现在哪里啊？那边在哪？打那个的吗？张格的地方吗？很丑的张格。我也想要地图。高游戏就是不给地图啊，连罗盘都没有。要怎么上？好痛啊！
为什么尸体掉下来了啦？什么东西啦？那还有一只哦。供养粽是什么东西？三望，这只谁？我这个东西怎么没拿到？他的啊，贴图有问题吧？中间总有一个缝隙。很鲜的是。这里有，我在这里供养众。石膏，咬屁咬。管墙我碰不是很合理，可是它是那种你移过去它会破图的那一种啊，它不是普通的那个公车。一路把我带到正殿，正殿都没有啊。也什么都没有啊。我每次经过他们的尸体都会动。
对，有一个是从这里打不开的。这里就进来了。打不坏。啊，找不到，什么都找不到，算了，我要走了，不了。找不到。